听说篮球队新来了一个身材颜值满分的男神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。是真的，爸爸，这个男人我要定。气场十足大众男神，不缺追求者。等会你就。装模作样，球打不错，要不来一局？跟我比，你是投篮的。我可不会水下留情的。装模作样，这不就是希望吗？快来给我开门！临阵脱逃，很遗憾，下次再约了。三、二、一，我也累了，一起回去吧。第一步干扰比赛，第二步制造意外。就差一点，哎，你没事吧？